选秀节目源自少年中的火星，以星团名 Phoenix 正式出道。虽然隶属不同星球，但不免也被问到日前天王星的小孩因为感情风波退团的事件。其实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遇到，我们还是会给他鼓励跟正向的对谈，希望这件事情能圆满落幕。小孩自己其实蛮勇敢去面对这件东西，然后公司好像也有进入司法程序了，对，那我们就不方便再多说些什么。没有禁爱令吗？禁爱令？没有啊。是男生之间还是女生？男生之间的不知道。公司其实都会给我们交友空间的，对，所以其实也不会到。而且大家都成年了，大家都会知道有些事情可以做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小孩这件事情会让你们学习到什么部分？其实没什么好学习的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好学习，就是努力工作。对，就是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面，没错。然后谨慎交友。我们目前全部都是单身吗？没错。我再想一下。单身啊？今天单身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单身啊，我单身啊，我单身啊。我单身、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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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单身啊，没有，我们有很大的交友空间。这说法实在是很难让人不多想啊。